收看般若讲座。甚至找马上了他是当时他们去把他们的把他们的毛把马蹄的一把人甚至把他们的这个人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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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让一个国那还能去查的药业对生物学里他们的我这个事就看样子被列上我的这条哈佛这个药业没事他们的大地生命用地生物学上去的他同样要买的这些是一百个国家的上去的你就让他生这个吧当然了因此呢我们想呢这个心清净的那个当下当我们能关照这个心的时候，当下这个心呢，离了过去的各种的意念，那么未来的意义这种各种的想法呢，完全呢没有升起，就在那个当下那个刹那之间，就只是这样观照。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进一步的又起了很多观察分别的这种心念的话，那么你马上呢就陷入了那种迷乱的情形当中。因此呢。只是在心清净的那个当下，然后不思不作意的这样子，那么心的那个本质、心的本体呢，它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呢，有些人呢，想
要去认识自心，要成佛呢，那好像是很远和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层来讲，其实呢，观照自心呢，它是非常的容易的。那就说清楚点，大概大概就是，沙瓦子东方人去，从东方人干上来看，这个是不是这个这里，同样干上来呗，到今通上等于这里就。大沙洲、东沙洲是大的，你统一整个有什么？红啊，统一没了，叫沙瓦、东瓦鱼。这三东瓦鱼，我讲那一个沙瓦、东瓦鱼，你上西巴沙瓦都有了吧？西巴沙瓦的。哦，三个好像是东瓦鱼的，三东瓦鱼的，这个家就这么搞的，但哪块人民，家怎么了？他怎么了嘛？两代人都得了，生南方人就吃的，生南方怎么痛苦呢？你生命痛啊也是，可能生到南方前面呢，你住个农户就把人送过来了呗。生了两代人都有些，大部分生南方人我是痛苦多也是，所以生的这样的嘛说，南方人都痛啊，他生不痛苦的，生不得也是啊，没来的，没来的是我是吧？现在南海前面住个龙子就把人家，他就住个地，就住个南海就得的，但是还是得通过了，得贴上家了吧？那你已经买下，我是通过了啥活子的？还是得从上通的上通过来的，啊，还是哪个？我上通的上通过送，这哪里大别人的没挣的了，下一回通过了，这上通过来，我是盲通的，啥不是通过的？通过的，这是盲通的。那么呢，在大手印的观修上面呢，它是怎么样的在做修持的呢？他讲呢，在这个观修的当下，它是明跟空啊，完全相融的。也就是说呢，当你呢在大手印的修持当中这样子在看的时候，事实上呢，那个当下。你心的那个凝觉呢，它看不到任何有实相的这些的事物，但是呢，它如实的看到了那个空，所以呢，那个当下认识到心呢，它是空而明的。那么当自心的那个凝觉或者那个知呢，那么认识到自己的心呢，它是空的。这样的空呢，它是广大的，如同虚空一般，是无边际的。这时候呢，我们说见到了心的空性，或者见到了心性。事实上呢，它是空无所有，一无所见的。但是呢，当你这样子的认识到的时候，我们说呢称之为见到了心性。所以因为日巴尊者也讲呢，他讲当我们看心，认识到心跟虚空是无分别的时候，那就是可以讲，那就是见到了心性。因为呢，心跟虚空无分别呢，那么这样的法身的境界，就是我们自己心的那个本体。所以就讲呢，在无所见的情境当中，你如实的见到一无所见的这样的一个空的状态，我们说是见到的心性。你这个啥叫什么的呢？这儿的，但每个人都有啥叫什么？肉就讲的肉了。沙鲁东部已经有人说了，沙瓦东部已经讲东部这个仪式的，西瓦就过来，西瓦沙瓦的仪式大了过来。还叫什么？西瓦沙瓦的门的仪式大了过来，仪式，仪式办就地方啥，仪式办就地方一些了嘛。你这个沙鲁东部已经有人说的，沙瓦东部你这哪怕到得了？这是比你西方沙瓦的啦，但你是咋个了？西方沙瓦多么的人上他是比西方沙瓦的哈工作了，可是他没得哈工作嘞，这哈工作得了点比没得，这我是什么这里一些的，我嘛是他当然是差的，他当没完没了是有啊，有人干的，哦，多么的那多朋友们都是这哪个这些的，哦，哪个？对，那个可能我就把内心加上去了，但是他当年没接过来。对，中国的意思就是，我一般我用了的，两个人是公认的，我没有差过了吧？
我也这么做，进去他们就是干什么？嗯，等你拿的我往那边打车车了的了，对，拿的东西差不多了。嗯，这东西差不多了，拿的东西要在一洗一扫，一洗的腻了嘛嘞，嗯，腻了嘛，腻没有，哪怕腻没有还好的了吧？这个穿的多不一定好的时候呢，多把一样就把那个洗的洗把的一洗打了的。穿的多一些，我也是红的。问题啥？问题啥的？哎，多么能啥话就问题过来也是。当不来，多么能啥话你？趁多半年，趁多半年是脱虫的，那多么趁是脱虫的。既然你多么能啥话你的了，我这些都七八十话就脱虫的，多么能啥话你？我得脱虫的。那么刚刚最后一段就讲，那么有些人呢认为说什么叫做圣观，一般我们讲圣观呢，就是你真正的见到你过去从来不曾见到的那样的一种情境，所以呢称之为圣观。所以有些人就主张说，所以呢当你真正达到圣观的时候，你应该是看到了一些你不曾过去不曾见的，比如说呢你看到了本尊，看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形象的呈现，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你刚刚面对八的这个基础强呢，当你见到你的心跟虚空呢是无别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法身的境界啊，这就是这个见到的心性。那所以呢在大手印的这个修持上，一般我们讲的大手印它的一个名称的案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涵，可以讲这个手印恰恰牵过的这个恰恰那个手印呢，事实上代表就是空性。那么在安处在空性的那个状态当中，我们呢具有这个知，你知道这个空性的状态，这个知呢就是所谓的智慧。所以呢空性的状态当中，这个智慧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空性跟这个明性的这个智慧呢，它是一起同时存在的，所以它称为明空的这样一个情境，这就是大手印的。因此呢，我们讲呢，在空的那个状态当中，如果呢我们如此了知那个，这个就是智慧；但是不知道那个空，它就是属于落入了这个心识的识的这个部分。举例来讲呢，就是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那我们呢？我现在呢已经处在，好像我觉知的那个对境呢，它是一种空的这样一种对境。但是呢，在空的对境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在认识对境的那个我是存在的。你会感觉到呢，我认识到现在是空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进一步的回过来关照那个我，你认为有我认识空性的那个我呢？是什么呢？那么当你这样的观照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我呢它是没有的。所以呢当你这一个觉知的心念呢反过来看着这个认知空性的那个我的时候，认识到其实是无我的时候呢，这个就称为智慧，也就是你觉知到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讲空性跟明性的这个智慧呢，它是双融的。或者讲，当你证悟空性的那个当下，那明性的智慧呢，是同时具足的。嗯，那里边你把业要的，但我们讲就是靠套上了，你就套住了。通过多么容易地方套的，多么容易地方你也去。地方是东西。哦，地方。地方是东西，地方你也去。但是你不能够什么结果了吧，从把他们就不能够什么错了，我说是你不能够了，他们就是你不能够什么结果了，这个人什么都到这儿送什么可能让你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去让你可能什么让你的地方去，别什么哪怕让你哪怕都没有了，你们那报销工资哈佛大部分是你不能够了，哦东部上的地方去那么多年甚至背起过来也是，哦，要到那个甚至背起过，大家就心里就过了，个人都要心里过来，心外头的东西，嗯，你经常做这个过来，啊。
上不了场了，现在中间就多了，当不了，当不了呢，地方呢，地方全部地方呢，大概就地方全部都我是没啥玩意，地方俺没啥玩意，地方全部下了不干，地方在闹事哦，那是他地方全部都是，哎，什么全部都是呢？今年希望是地方的，啊，今年的啥玩意啥说的呢？还能叫我把中国查回来？东门那里，地方上，地方上的沙瓦子，这沙瓦子当然管是什么呢？沙瓦子就他当然管这个必须把有土壤，他就必须把有沙瓦子活儿，那多脏，那多东西啊！这有农活的，这个，这个地方的地方都把他们给你，你看都把他们哈过，真正的不让你搞的，不让你们哈过，那这个这个沙瓦子，沙瓦子，沙瓦子的哈过了。东门的地方，这个是沙瓦很多的。那么另外一个七种呢，面对方他自己在修持的时候，那么当他呢证悟那个空性的状态的时候，他自己讲的，在这样的空性的情境当中呢，他是具有无比的这个喜乐的。也就是因为呢，在这样的空性的状态当中，他有点类似一切的这些妄想念头、烦恼念头完全的止息。就有点类似呢，当我们修持的时候，那么一切的这些妄念止息的时候，那么内心呢，它自然会产生一种很喜乐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也常常讲到法身是大乐，有虚空，有虚空呢，它没有所谓的痛苦，那么的痛苦可能。那么这个法身呢，有虚空，它本身呢就是大乐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讲呢，首先呢，在空性中呢，它是喜乐的。接着呢，就在就讲呢，那么在这样的喜乐的状态当中呢，它是清明的，这个明就是我们空明的那个明，也就是说我们的觉性，也就是在那样的无比喜乐的状态当中呢，那我们心的那个明觉的那个本质呢，它是完全存在的。那也因为有这样的明觉的这个明性缘故，所以我们说我们能够做各种的深入的分析跟观察，我们呢能够分别这是好的，这是坏的，我们能够分别了之呢，这一切呢是如梦如幻的等等，实际上这个都是我们那个明性觉醒的这个部分。沙瓦子两到两的这些东西把有一切没办法那不能都让他这个沙瓦沙瓦就把沙瓦有了沙的能力是八亿的，这沙瓦就摸了大街上了，这沙瓦矿的摸了上去了，八亿的把这沙瓦矿摸了出地了，这里让的让的让沙瓦的，这里那不看这个沙瓦让的的，这个这个让的让是让让摸起的，这这里让他他进去就有了，这做生意是八亿，做生意是八亿，这啥生意他一时之间就有了，一时之间搞的呢。你懂吗？这个你进来了，烧还叫烧瓦子，搞的烧东烧瓦子东瓦烟没把子，烧瓦子东瓦烟没把，煮没个白，生下来的了烧瓦子那点我说，生下来温柔嘛的，能生的呢，他那那不容易找嘛，哈佛这个生三个三，你这个搞哈佛过来，生三个三，你来搞起来，搞起来生三个，几里多嘛的烧搞起来多呢。那是个烧我们刚好出去的，是烧我们刚刚进来大概摸着过的。这个呢，这里哪里能晒这些？这里哪里不能晒晒的？那不就是麻烦呢？这里那不就是那不关心一般的啦？那不关心石头啊，差不多的，好懂吗？那不石头啊，但是沙瓦子，沙瓦子的软土是吧？软土里头的，说白了。学当地了，哦，那学当地过来，借错错错，借了过来发药的吧，二八两套的，女木啊，对吧？农民，别人农民就不吃了，咱那农民就不吃了，农民那多的，二八那吃家的，农民就让你没有，谁都没敢吃了，那都能没有的，对吧？那个这个还在直播头上面，你那得怕没有的，对，我就没问题了。或者那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你去不好，他在直播中，他在直播中上去，行吧，是吧？
他挂的问题了，就是挂起来火。容易，容易，容易，你都给他切的吧？你都给他切的，对的要紧，我是看来吧。你都给他切的呢，那么我们就把人说是不用心的，对吧？我呢，这是信用不嘛，信用不了的，容易呢，也是用的，你都给他也是用的，这个错了。这都给他也是用的嘛，这都给他紧我的。你话的心呢？你话你搞到东西下来过，到了东西是他自己的嘛意思。比方你就是挂的，是挂的大，拉着拉着的，拉着拉着，拉着拖了，真的大，拉着拉着啥子，对了，嗯。你是没有查好了吧？你是没自己拉着拉着查对过的，这是一时打错过的，一时什么意思？你今年不干净，一时打错过的。现在进一步就讲了，那么在这样的明啊，这明的状态当中呢，我们要有如实的这样的观照的，就看观照的那个自己当下明的那个状态呢，那么那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学习或者我们的本觉呢，它就清清楚楚的啊，在路在一个方向，这个我们称之为自觉自明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当下呢，它是完全的远离一切的这些啊妄念分别的。但是呢，去就是清楚的、如实的啊，了知的。那么这个在大手印里面，我们就称之为智慧。我们就说本训练的智慧一些，或者呢，在大圆满里面呢，就把这个称之为本觉，或者称之为觉醒。因此呢，这种呢，这个当下明跟空呢，二者是无分别的。我们内心里面呢，具有那个清楚了知的。这一个明的这个特质，那么这个时候呢，任何的这些妄想念头，跟甚至呢这些烦恼情绪呢，它是可以升起的。但是呢，它升起的那个当下呢，我们却又不会落入那种妄想分别烦恼的情境当中。也就是讲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些的烦恼情绪或者是苦乐的这些感受升起的时候，举例来讲，比如说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升起的时候，那么当下其实这个痛苦它本身呢也是个念头。对呢，当你安住在那个明的状态下，这样的痛苦的情境升起的时候，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你就反观回到那个明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那么自然的这个念头呢，它本身呢完全有消，有消就消失了，就说这种痛苦的感受呢，它就完全都没有了。因此讲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进入到所谓没有苦乐分别的这样一种大乐的啊，就是大乐的情境当中讲，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无漏的智慧下，就是这种明本觉的这个无漏的智慧当中呢。那么任何的展现那个当下，你的心呢不会在这个境上呢去产生任何的执着，所以呢当下呢这些是自显然后自然就解脱的。因为呢如果你执着眼前是快乐的境的话，那么因为这样的执着呢，这个乐它就会转成是痛苦的这种种的情形。但是呢这样的当下的这个觉性呢，它本身是自觉自明的缘故，那个当下是不带就没有任何的那种恶执分别的，所以呢，我们称为这样的这个觉性，这样的自觉自明呢，称之为智慧。嗯，你讲的是八觉，是八一系列的，一系列用地卡里为，用地卡里为的呢？用地，一系列。你是用地，但用地干什么？哎，用地干什么？那云梦呢？他是把那洗澡老子那意思，云梦我多么有把握做哟！你们那不说你们哟，我就再不能，那个马上就打过去了哟！他是叫我们说话，你们那有把握？云梦呢？他是把那洗澡老子那的云梦啊，你是云梦我让他干的。哦，他打牛毛吧，我说他们把那牛毛吧接呢，没有多钱，让少让接，他把这里把一个要的牛毛吧，要的少钱我来的，这大地上找来打牛毛吧，这样啊，你都没地方这样生当了，他让少接，
到底要给得到效果的。那你们我接了个你们我接到一些这个希腊这个干部，你们我哈佛呢，希腊的你们我两个人过来，那是可能的我的你们我接过来，给不了我他们希腊的产品过来，这是希腊的小钱我们觉得，希腊小钱我们那里你们我卡里那里没当过生意的，你们我稍微把查过来过来。这个牛毛啊，你那个牛毛啊，多半你来吃。牛毛一些，但牛毛一些，哈，牛毛一些切的吧，怎么来的？这个一些牛毛一些来吃。牛毛一些切的吧，反正，本来那多贱呢，那多贱呢，那多的少的吧，吃什么了？少的那还有吃了的呢，当哈，哦，这牛毛我吃到那些，吃到个中的。嗯，我做三十岁不管，农民的干活农不下苦了。我做三十岁八十了，到到三十岁不管，那都人差了几块了呀。我觉得没什么他的，写不出那种东西的嘛。你们觉得是哪个多的？觉得哪个是人工的嘛？差不多的。嗯，这真是你们心热情，你们心热情。信念就弱了，不信念就弱了。这是你梦一心就，你梦一心就什么？你咋的？一心用定开的，你梦两场就把人吸了，啥话话都没说。你梦我的，懂得怎么样吧？人呐，你梦我怎么样吧？吸下好了一点，一吸够了，再就下来了，一吸够再就下来了，对不对？嗯，我说你梦我吸就开了。别人吃草我熟悉的草根我可以吃的吃草我熟悉的草根本品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吃草我你吃毒气我没了本品这样帮你学满了草根吃草我呢帮你学满了吃草我没了还得吃草我你草根学了我了我这里吃了的咋了我了吃了的熟悉我们的人那都吃草我了他不是那都学草根了，你咋？草根吃草根，草根学草根了。吃草根了，草根有了，然后把吃点草根吃了。或者是你这里哪里吃的草根吃的有意思？上次还得用药的，多没办法。现在草根朋友，这样子草根，那是吃了不是？什么草根吃了不是？或者是你上周什么呢？吃点猪肉的是，吃点猪肉，上周什么蛋？吃了我们确实，吃了干脆吃呢，确实煮些吃不差的东西。第一道东西你炒龙的，那多的炒龙肉的是，就两三两三小炒的东西。你过早就他我们就是宁波没办法，他可没的了。但是你觉得我们就是吃的大把，啥东西我也是，嗯，我懂了，懂了，懂了。这边讲到那么觉性，我们这个觉性智慧呢，我们是大圆满里面所有的本觉，或者呢，它所应用的这个智慧，它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那么这边面对里面的话，有经常讲，他讲呢，那么烦恼的当下呢，就是智慧。现在这些应该讲这些烦恼呢，它所具有的功德就是它的本质呢，就是智慧。那么呢，它。如果你如此了知的话，那么他当下呢就转成的是智慧，或者想说这些的烦恼呢，如果你了知的话，而且呢你具有这个大智慧的话呢，那么这些烦恼就像是啊升起智慧火焰的那些永灭禅一样。所以呢，就讲在修行当中呢，那么从世俗地而言呢，我们看待烦恼呢是。我们所要断除的，我们要避免的。但是就这一地而言呢，这些个烦恼呢，它的本质呢，就是智慧的这个体现。那么，先又做了一些比喻，那种就好像呢，如果我们这个智慧一开始所有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呢，我们需要透过平时不断的修持，然后这个智慧呢。越来越广，越来越强烈的这个时候，那么当这些烦恼啊升起的时候，无论贪嗔痴各种
烦恼升起的时候呢，那个当下呢，你就会觉照到这个念这个烦恼呢，它本身呢就会转化为智慧，会增长你的那个般若智慧。这个比喻就像什么？就好像在很热的这个水中，你丢下冰块的话，这个冰块呢，它马上呢就融化了。但是反过来想呢，如果这个水不够啊、不够热的话，或者它是温温的话，那么你丢进一块这个冰块呢，这个水它是没有办法去马上把这个冰块融化的。甚至呢，如果这个冰块再丢多一点的话呢，连你那个水本身呢，它也都会固化，会变成是冰。所以这边在形容的就是，在修持当中呢，我们要去认识到这些个烦恼，它具有功德的。它的功德就是第一个，烦恼的本性，它的本质呢，它就是智慧。那么呢，透过认识到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呢会助长智慧的升起。那么要让这个烦恼呢能够转成这个智慧，那就是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呢要具有那个觉照到明空的那个智慧的那个本觉的智慧。那你这个本觉的智慧呢，展现有多么的强大呢？那么相对的，这些个烦恼的现起，它就如同是生活的那个木船一样，会让你那个本觉的智慧更强烈的展现出来。是要从住港里过而已，是要从住的上地从往里过而已。是要从中，是要从中，还是从中下头的？上地把心从中下头是从的，上地。但是你这人呢，两个人，长期要不加，我说基础需要上了工，那长期下别的工都不有了吧？让人难为，不但充满有了吧？我那个男的要过结果，我上这唱嘛上路当人家结，男的要结没唱要过说多了吧？这没去，家看要过说我上了，你国家看不中结就下去了个。没开始那个男的自家用嘛，他妈的自家用嘛，然后结果我打他妈那个钱，你国的下，上次还是穷下子穷了，这个下还正主动查上。所以在那块儿，既然从中这个差价就没过呢，我去了带着十八十五哈高了，哈正冲大红，这些个桥龙切薄住了，车差不多带着都小时候嘛了吧？等十二哈正冲了，你给冲冲十二冲住了，你差价就没就带着哈高了，这个牛肉我就都有嘛了。等十二七五过了，十二七五过了改了，就是三年级、三年级了。上帝一年级的牛肉，我感觉就是以前那个都让他去光荣的。哈国呢，人家秋雨的那个儿子，我是的秋雨的，秋天的以前那个秋老了，那年的以前那个，人家的都让他去了，沙家罗两罗家两都生了就有的来吧，罗个搞的，罗个搞的，两个搞的，啥都搞的，唱罢了的，就是这种呢。这里军事的，实际上还想注重的，那么多人下过呢，这里不行了的。这里那么多家子下过，实际上这里实际上接落了的。人这里的以前没打穷人，根本没做两样药的，看嘛都忙上了。但是就是以前的没打穷人，没穷人了的，原来的这些没把王政那多穷人他们，那多家子接到这些的接落了的。对对，没吃过茶饼，对象当你家婆嘛是，当你家婆对，你要在东西他去，让你的血都不要的。对，这到后头啥叫吃不下锅的？你那么没把功夫的，就吃没把锅的，吃吃就吃没把锅了的，好不好？那么前面讲到说，那么智慧小的话，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冰块能够消融，这个烦恼的冰能够消融。这个就是智慧小指的是什么？你说。因为呢，慈悲心小的缘故，所以呢，智慧呢就小。举例来讲呢，比如说一个人，他的这种慈爱心，他只仅基于他自己一家人，他心里面想的是对不起的家人呢，我要怎么尽量的让他们得到快乐，尽量的让他们过得好等等的。那么相对的，他的慈心、慈悲心呢，就是这么的大，所以呢，他开展出来的智慧呢，也就是那样的那些的智慧。反过来，一个人呢，他如果发现我要让
这一个国家的啊啊所有的人民，所有的这些百姓啊，他们都能够啊获得啊喜乐，能够啊非常好。这时候呢，因为他的慈悲心呢啊非常大的缘故，所以相对的，他升起那个智慧呢也就会啊广大。反过来讲呢，如果一个人他连啊对自己父母亲人的这种慈爱心都没有的话，处处呢只想着啊我要怎样的啊让我自己过得好，利益你自己的话，那么那个智慧呢就更加的小。所以呢，就讲呢，那么因为慈悲心小的缘故呢，所以呢这个智慧就小。那么同样的，透过了这样的智慧，在修持的时候，我们说呢，在大大手印的这种凌空的啊这种认识下呢，你说能够产生的那个啊您的那个智慧呢，事实上它的开展出来也是很小的。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你虽然说哦我认识到或者我见到的心性的凌空的那个状态，但是因为智慧力量很小的缘故呢，所以你没有办法当这些烦恼升起的时候，这些烦恼呢立刻就能够随着自解脱，没有办法这样，就好像在那个小杯的这个温水当中，冰块丢进去呢，它是没有办法能够融化的这样。所以呢就讲了，那这样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在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升起的那个智慧，比如说在这样空性的修持当中，你所认识到的升起那个智慧呢，一开始它是非常小的。那么这样的小智慧呢，我们需要透过正念跟正知，那么不断的持续去观修。那么透过这样持续的观修呢，那么这个智慧呢，它就会不断的增长。然后就好像说，你一开始智慧很小，但是具有正念正知的缘故，现在你时时的遇到烦恼，你就觉知啊，这个烦恼它是就是你就觉知了这个是烦恼的升起，烦恼的当下消融的烦恼所以呢。你遇到每个烦恼，你都具有这样正念觉知，那么这些烦恼呢，它就不断的在增长你的那个智慧的这个部分上。所以呢，就这样子渐渐的呢，你相续的这样子了知这些烦恼妄念的缘故，所以这个智慧呢，就越来越广大，会越来越强烈。所以呢，这样的修行呢，它形容就是你需要，就像弥勒这帮所说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任何时候呢，都以正面的心念这样的去修持，那么自然这个智慧呢，它就会不断的开展。那些人所用的呢，现在又说不了了，现在大的地方上通的你梦到二十万世界的，现在我们上通到透过的上通的是没有梦到透过的好吗？这个女梦啊，娘子，你说她，我说如果不是站长的，我讲不了，可算了，说的这个，这个你谁不站着我的？谁不站着我上干的呢？不给你当女梦啊了，娘子，谁不站着我？如果站着，可算站着，你就觉得吧，刚才就说了吧，大事，哎，你啥事？如果站这么久了。日子大了，日子怎么说？日子长了。我最近三十三中了，三十三中了，那够了，撑过来了。女梦啊，那够了。现在这女梦啊，都把家伙子的，这是大概率。到了东西一年就拆掉去，所以就是公交就了。那公交没发的，那么这个月，那公交没发的，没了这个我说说不打我，说说等于要么有我吃我，要么东西吃我，我搞啥搞家伙？搞家伙自己那都是到成到就我安排我的意思。我这到那自己到就觉得两米多嘛，这个大的，我就我嘛就夸大的，就那这个就我的意思。中度，嘎达中度，就是光马达巴了，低中度也是，光偏度不是三度了，光度中嘛，嘎达中度也是中度也是，大家没中中了，没希望了，这家了，这人就上不到，这里大家说说大概是我的，这是我们学的中度结果的，
就是这个感觉是那有人那么劲儿往家走走去坐茶面儿到面儿到那么大过来去坐到你身边一块贴过来去坐到你人上贴过来去坐到你掌握这个你在你旁边贴过来去你这是成就了坐到哪里了你刚才怎么没生生下个茶杯有的中国人我们家那个刚才怎么就让你生下个茶杯有的弄地方的你这种就是光的拉过的光是你的家庭的光的人是你的后边的是你我们上午没有的云雾啊拉皮的是别人云雾啊那个出去不一样都把家伙了别人这这是错的关系，养的都是关系。光杀我那等于那我用我这错的关系，还不错。那举例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呢啊，透过这个啊运动、健身等等等的，让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啊非常的强健。但是我们的心的力量呢，它是透过啊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心的智慧呢。那么能够啊更加的增长，就是我们前面说像这个小火呢，然后慢慢的啊它能够啊不断的累积，然后越来越大，成为这个啊成为大火一样。那么要怎么样的让这个啊新的这个智慧呢，能够不断的开展啊成为那个猛烈的一种啊烈火呢？那其实前面所说的，需要透过我们啊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的。啊，任何的时机，那么好好的去运用我们正念，比如说呢，在睡觉的时候练习的去觉知我们的梦，那么呢，在行走的时候，甚至呢去觉察我们自己内心呢自己起了什么无明的状态，在安住的时候呢，让自己的身体呢能够啊坐得的啊正直，因为呢我们的身体呢坐正直的话，那么自然那个心呢会比较轻盈，如果我们身体呢坐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好好的安住的话。那个心呢，它很容易的就会陷入一种哦比较混沌不清楚的这个状态当中，甚至呢，它很容易就只是在止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么，当我们的心不清楚的时候，这个心的那个力量，它就没有办法去对治这些烦恼。那么，如果我们的心呢非常清楚觉知的时候呢，那么任何的这些情境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心呢立刻的它就能够去降服。那么，在这当下。这个智慧呢，它也就能够不断的开展。所以呢，很多人讲的呢，禅修来禅修啊，好像我做这个禅修，但是这个智慧呢，好像升不起来。我觉得前世相识。那世上的人就是禅修能不能增进呢？最重要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具足这个精进啊，不是禅修那个法门的过失，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是不是具足的这个精进心。如果你很坚定的就像前面这样的说，那么这样去修持的话，那么自然那个智慧那就会不断的增长。对对对，他讲的八股神经，或者说什么的龙王果那个叫，你呢，马子鸡忙活，把它吃了的。这种说龙，你发现龙啊，保证龙啊的，做好了的。내가마모제마서초과자를해너희가보는데그러나난이소중한데그런문화때문에송상은수석을로네인데를와야고차고그걸때려지는지수석을라나제지는편인지그걸때띠는걸네이따가고지롱내가짜치고망고로지하고요그래수석가마오를고소를시는비바이고말거라하고소네어这个人你的你的出去一切就没事三级神经一切就没事这下过程到下过程人到下过程一切就没事神经神经你是没有一些挂的下潮啊这个一些人你有没有现在这些你说的下过程不没有他不挂的一切就没事三级神经要就没事농고치고다그래농고농고신동신동치고지금자말소다코라를그래봐코라가리소소난이소
努力嘛是大地主的用的种的，大地主，大地主是以后就不差的了，大地主多了是以后就不差的，这麻烦啥多的，啥多以后就没了。喂，移民的做不上去，移民什么？移民的落地身体那么差，家不不到差的，马有会啊落了，我第一的人，落不的家第二的。一片落地，呀，落了去。当我退休了，落了去。退休了，当我先看了，落了去。对，啥都是看落了去。那地这个马，啥地口？你上次过来这个落了去，落过这个去。这下我说的，一就这是，一就个难解决问题。啊，我说不，这还叫你看啥？我陪我落了。因为妈呀，你这种家人在这个厕所的平庸是吧？就因为妈不觉得这个了，好了，因为自己要当要做，然后刘新民同志就写信了，所以他成了是吧？嗯，也讲到了这边呢，关于这个普贤王如来祈愿文。啊，这是那一部啊非常好的这个教法，那这两章呢，啊37佛之心，还有普贤王如来的愿文呢，那么这些经呢就是啊翻译了以后，然后就是赠送给啊，就是印送给很多人呢，希望呢他们能够阅读，从中去学习。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自己过去呢，在那个啊文革闹改的那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自己内心里面实施的就是。啊，基本的思维的这些的意义，所以呢，这些教法呢，对自己真正的是有很大的这些啊意义的。嗯，因为呢，知道这些教法的要书生对自己有大意义功夫，我们今天可能想去啊，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去让更多人能够啊，能够了，就是能够了解啊。然后接着呢，在这里面呢，第一个基础就讲。他说：“一根恶道生恶果。”我们在讲一切的啊，佛与众生呢，他所具有的那个根源或者智慧心呢，事实上是相同的。我们讲智慧的境界呢是一，但是呢，啊，佛之成为啊成佛，而有情众生成为众生呢，那么以这个大树来做比喻的话，就说一棵大树呢。它的根源形容呢，就像是这个轮回的这个世界一样。那么呢，众生呢，之所以落入在轮回当中，是因为内心里面呢，具有很强烈的这种啊、哦、我执烦恼的心念。因为产生我执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心呢，它就变得非常的沉重。那么因此呢，它就不断的往下堕啊、哦，甚至呢，啊、哦、落入到这个啊、哦、下生道啊、哦、三恶趣当中。那么佛呢？因为具有这种利他之心，那么利他之心呢，所以让这个心呢，啊，非常的轻盈，就像啊鸟呢，啊，嗯，就说非常轻盈，它能够飞翔。那么因为具有这个利他之心的缘故呢，所以自然的呢，在一开始呢，它生，就是说从这个啊六道当中呢，那么投身在三道，进一步呢投身到啊佛的净土，之后呢成就那个圆满的啊，成就那圆满的佛果。所以呢，从这一个啊例子呢来了解呢，就是我执的心念，还有利他的心念，那么因为这个缘的差别呢，所以呢就有了佛跟众生的这个差别。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点灯供水要供祭甘露施食，恭请常住法师主法，日期4月1日星期六到4月3日星期一，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浴佛节暨庆祝母亲节，举办感恩惜灾祈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5月14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戒杀茹素护生点灯供水暨蔬食飨宴。法会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4，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11，049-256-1311，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之金为如灯烛影，烛一点火之开通道，无为立足障难诸佛之灯，我今为如真正如来吉祥名号，能令如灯用力三度阿难之故，常为如来真经佛之灯。佛佛身如万宝身如来名号，能令如灯成老爷佛喜吉祥名。南无地母为如来，南无阿维格达达那耶达达哥达耶。天上人间最为的南无。
三宝爷大大狗大爷，佛陀子罗文阿弥陀如来名号能力如的王子西方极乐净土莲花是罗波对，乃佛世间光大威德自在光明如来。这的菩萨身断业速生善者为德广大超脱一切外道念佛如日早示现于大海功德为为死者的大自在所养如意思量为功德无阻碍无遮的大坚固智慧光明身心明彻如琉璃珠诸佛智能世界如来一世眼力法器众生用力烦恼多深度过暗隐藏乐一乘其名全身力故成无上道二乘其名全身力故成无上道三乘其名全身力故成无上道。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